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，春风秋雨间，恨我对你已半年时间，慢慢的心淡，不见未来，被爱远近，矛盾只因心爱着你知吗？欢迎钟舒曼加埋黄双俊嚟到热闹乐坛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各位，其实卡叔叔我就当然知道好耐啦，咁好多歌都系啦，咁梗系知啦，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合作系好得意嘅，话说我就翻公司，即系同我公司同事讲开，即系我想做啲咩歌咁样，咁我就好直接同佢讲，我要啲 bass 好重嘅嘢，因为我系好中意啲好 funky 同好有 groove 嘅嘢咁。咁然之後，我個同事咧就即刻諗起，其實係我 promotion 嘅阿頭啦。咁咧，佢就即刻諗起佢個好朋友。咁啊，佢就諗起阿卡叔叔啦。跟住係喎，卡叔叔喎。跟住佢喺我面前即刻就打俾卡叔叔。我心諗嚇，你喺我面前打，如果佢唔肯咁點算啊？咁樣我會好尷尬，都要等我出咗去先啦。咁樣唔會唔肯嘅。跟住之後收咗線咧，咁我 promotion 嘅阿頭就同我講，阿卡叔叔话咧，系咯，就系要做呢啲嘢噶咯。咁我就知道，由嗰刻开始知道咧，卡叔叔将会好 support 我做呢一只歌里面嘅所有嘢。唔系个个识唱快歌或者识演绎快歌咁样，你要唱要跳，咁个人要有翻上下 groovy 先可以做到呢件事噶嘛。咁以我即系，虽然我同 Sherman。即系唔熟嘅，咁但系即系喺我睇到一路咁多年嚟，我知佢系得嘅，同埋我因为我之前譬如佢嘅作品，我都好留意过嗰啲快歌，我觉得系做得好好噶，其实咁，所以我觉得哎呀系咯，你做咪应该系咁咯，因为我系形容得好 crazy 嘅，我喺网上面都讲，我等咗只歌一千年，咁点解要系啦？点解要讲得咁夸张咧？因为喺过往十年啦，咁我一系就。我好少人哋为我 tailor made 歌嘅，一系我就自己写啦，一系就 cover 人哋啲歌，嗰啲外国歌咁。咁通常收翻嚟，人哋为我写或者 cover 嗰啲歌咧，即系当然系啱钟舒曼佢哋先俾我唱嘅，咁我都觉得啱自己先唱。但系我未有一只觉得系好钟舒曼咯，我都系要个人去适应一下，听多啲，我先至进入到只歌。我知道我点样去将佢变成自己嘅嘢。咁、自己写又唔同啦，自己写嗰啲我手写我心就比较容易啲。但系今次系咁耐以嚟第一个 case， 我一听我即刻觉得，哇！我就系要呢啲人，我嘅呢只，系啊，唔使再改啦，冇错啊，就系、是、我噶啦。好夸张，好玩在咩啊？咁好玩在我可以试呢一个通去唱扭嗰个歌词咁啊。其实我觉得最好玩的位置对我来讲就是在个 groove 底下，总之一有个 groove 有个 beat 呢， 我个人很开心、我很开心的状况唱任何东西呢，我都是不会累和不会辛苦的。基本上在录音室那个时候，卡叔叔一起音乐呢，我是没有一刻闷过你就算叫我录多一百次我都是没有一刻闷过，那 我就会喐的了。Check it out, man.